你是八号吧？是不是八号？是的呀。那个，我是王阿姨介绍过来相亲的。王阿姨介绍相亲的，明天晚上。那你怎么会来这儿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想提前来嘛，先了解你一下，不要浪费大家彼此的时间。那个，明天饭店死贵死贵的，咱俩合适的话再去明天饭店，不合适的话还能省，帮我省点钱吗？你这里嘛，只要129。有吃有喝的，对吧？我相不中你，你还能给我做个足疗，我这129花的也不浪费啊！我有啥说啥哎啊！呦我的妈！咱们就是我是个比较实在的，就是找老公就要找像我这种实在、靠谱、能过日子的。你看我这个钱，对吧？全用在刀刃上，一点不乱花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就是首先，你对我的外表还算满意吗？还算满意啊？挺那帅的。啊，挺帅的。那么，再问一下你对择偶这个要求啊？都有哪些门槛儿啊？简单明了，你说一下。首先会疼我，会照顾我。疼你，照顾你，还有呢？还有，那应该就没了吧。就这么简单？啊，那恭喜你过关了，咱们明天正式相亲在饭店。然后今天咱们就算先相识一下啊，好不好？那还做吗？做那就先不做吧，先不做吧。然后你坐会吧，咱聊会儿天吧，好吧？啊，聊会儿天，坐聊会儿天再做啊，聊半个小时，坐半个小时，好不好？你 好这不一好？百二十花的不冤。对，那一点不能浪费。一会儿我点吃的啊，帮我点双份儿，帮你自己叫一份儿啊。你看我多会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啊，找男人就要找我这种，明白不？你笑啥？你看你笑起来的样子真美。